有啲會路途遙遠啦，咁啊，送半首呢個歌俾大家聽。請，我係考緊健歌噶，俾我考到，其實都考緊自己啫，我唱錯咗。在長途遙得要命，閉合著眼睛，如默憑的小徑亦高興，尊敬禮失車爆胎，苦就着味，打開手機學唱戲，可以在台灣那裡大聲 a little bit， 謝謝，三位大一日祈禱無需願命，那問用究竟忙唱似唱為那迷人歡聲，人物失風景仍然眼睛所以呢，我哋大家呢一個鐘都會喺度聽噶嘛，係咪啊？即係嗱，而家點人數啊？即刻走，即刻唔好點我，唔好點我。好咁咧，Hello， 大家好 ，Hi，Hello， 好咁我就即刻開始噶啦喎，咁多位朋友你哋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係阿美周卓瑩，你哋好。咁咧，今日嚟到呢個開心香港市集。嚟為大家表演啦！咁雖然我係呢個隆重登場嘅第一位，咁但係下個禮拜聽講仲有另外嗰幾位嘅，大家可以睇一睇呢個 list， 係啦。大家見到我係輕輕的喺左上角嘛，係啦。咁咧嚟緊嗰幾日咧，都當然可以喺同樣嘅時間企喺呢度就可以聽到唔同嘅歌手唱歌啦。咁但係今日咧，我就先拔頭籌表演咗先。頒獎儀式頒俾自己，多謝咁多位 ，happy。今日咧，我哋嘅即係我哋嘅目標咧，係大家開心啊嘛。咁所以咧，今日揀嘅歌咧都會比較開心嘅，因為我平時唱嘅表演嘅時候咧，我都會唱埋嗰啲大悲大壯啊嘅歌。咁所以今日大家就盡量輕鬆少少啦嚇。我成日都會叫大家按 pat pat 嘅。咁如果大家個 pat pat 得閒嘅話，就可以摁下。同埋大家係今日放 lunch 噶嘛，係嘛？而家係放緊 lunch 嘅時間㗎。係啊，揀話係。係啦，咁你哋成個 lunch time 都可以留喺度啦，陣間可以買埋啲嘢食出嚟一齊呢度啲草地嗰度 picnic 啊，幾正！好，今日咧第一首歌先送俾大家一個好簡單嘅歌，
因為呢首歌叫做小情歌，所以送俾大家簡單嘅小情歌。咁你自我介紹一下。大家好，我係 Ken。 係，俾啲掌聲健哥，好濕嘈啊！大家好，我係 Ken。 Hello， 我係 Michelle 啊。係，而家唔興講自己中文名啊嘛。藝名嗰啲啊嘛。藝名，你嘅藝名 Kenny 啊。哦 ，OK，OK， 好聽嘅，好聽嘅 ，OK 嘅都 OK 嘅。我個藝名係 Michelle 啊。我想講都冇人知道我叫 Michelle 嘅咯。好像你們知不知道？是啊，但是我是阿明啊。那呢
通常阿蜜阿蜜咧，啲人就會諗點解 related to Michelle 呢個東西啦？其實係完全唔關事噶。即係蜜呢個字咧，係大家如果有冇聽過 dynamic 呢個字啊？ dynamic 即係個人好dynamic 咁樣啦，好立體嘅聲音，好立體。咁所以咧就用咗立體嘅呢隻字後面嗰隻字。好，咁我哋嚟下一首歌啦。嚟緊呢首歌咧，我會忍住唔笑嘅，因為咧我上次有一個商場嘅 show 唱呢首歌嘅時候，我忍唔住笑咗。咁但係我今日嘅目標就係我唔笑，然後我都唱得好咁啊，好難嘅呢個東西。好，大家準備好未 ？Hello， 帶咗小朋友嚟，佢心諗好曬呀，爸爸。自己都好中意，因為好舒服。大家，我想問你哋有冇風㗎？
你哋有冇 feel 到有風㗎？因為我 feel 到有風㗎，可能因為我後面有個風扇啊，所以我好涼。咁如果大家要涼啲嘅話咧，我覺得大家可能要喐少少，即係可能唱我一路唱嘅時候咧，你哋要合埋眼聽。咁你呢首歌就係俾你哋合埋眼聽嘅歌曲。好。
好，你呢首歌咧，我覺得係好適合呢、一個氛圍嘅顏色。你見唔見到大家見到藍色、黃色、粉紅色、綠色、黃色？咦，我咪講咗啦，黃色都講咗。好，跟住咧嚟緊呢首歌咧，叫做《表情符號》啊！有冇聽過《表情符號》呢首歌啊？冇啊，係嘛？今日就係一個好機會俾大家聽下。咁咧。是洪家豪的一首比較很久很久之前的歌的，大家聽過洪家豪的新的歌嘛，昨天他教唱一些舊一點的給大家聽。好， I'm ready, are you guys ready? 來了喔，健哥 ready? Not yet. Not yet, okay. 我見過你的麥克風這麼收得的，你試試這樣說話。 Hello 你試試這樣。 OK, 他不理我了。好，看大家會不會動一下。好，給點時間他。那不如等我先說話先。今天有沒有人是在這裡上班的？有沒有人是本身在這裡上班的？有喔，有些朋友舉手喔。有沒有人是經過的而已？經過都很多，有沒有人是第一次來科學園的？哇，有喔，真的蛤 Hello, OK, 第一次那些上班那些心想我不想再來了，是吧？是吧，說笑而已。因為呢今天來完之後，我們 下個星期還有五個表演啊，所以呢你們可以來多五日咯，七八九十十一啊，是啊，大家又快點回去聽下他們的歌先，因為他們各自都是有自己的作品的。那到時如果來了之後聽到他們唱自己的歌的時候，你們可以跟著一起唱的嘛，是不是？即正如我今天唱我自己的作品的時候，我都會期望有人跟著我一起唱。OK, 好，看來健哥 Almost ready 了。You guys ready?每个美丑
放 lunch 前行咗入嚟咧，自我介紹多一次先啦。大家好，我係周翠瑩阿美。咁咧，我本身咧就係一個有出歌嘅歌手嚟嘅，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咁所以如果未聽過嘅話，大家記得翻去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咁同埋咧，有個好消息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下個星期咧，我就要出我嘅下一首歌曲啦。咁大家咧準備好嘅話咧，就是大家記得聽好。咁我哋今日咧，中間會有個 break time 嘅。等我 before 個 break time 嘅時候咧，我要唱一首英文歌俾大家聽啦。咁樣，做咩你攰咗？好，呢首歌咧係我自己好中意嘅一個外國嘅歌手寫嘅歌嚟嘅。佢嘅嗰啲歌咧，每一首歌聽完之後瞓唔著覺啊，係我好中意嘅歌手。大家有冇人中意 Charlie Puth 噶？有喎、啊、有喎、啊，哦都有喎、啊、有喎、啊、，Hello Hello， 你哋最中意 Charlie Puth 嘅咩歌啊 ？Attention，Attention， 你咧？誒你都係 Attention， 唉，我上一個 show 就唱咗 Attention 啦，你就 miss 咗。不過唔緊要，可以去翻我嘅 Fans Club 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重温。咁咧，我自己都重温咗。好，咁我今日咧要唱 Charlie Puth 嘅另外一首歌啦。一首歌咧係叫左同右啊，有冇聽過左同右啊？係啊 ，Charlie Puth 作嘅歌，但係中文歌名我唔知點解。好，大家準備好嗎？Taking every corner of my mind. Ever since the day when you walk away, how to erase your body from out of my brain. Maybe I should just focus on me instead. All the nights we were tangled up in your bed. Oh no, oh no.Take up every corner of my mind.
Charlie Puth 嘅 Left and Right。 好，咁呢一陣間呢，過多十五分鐘左右嘅時間呢，我就會唱下一個 session 嘅歌啦。咁所以我一陣間會喺呢度再見大家嘅，希望一陣間都仲見到你哋啦。我都會唱半個鐘嘅，因為好 See you later，See you later， 快啲去涼下冷氣先啦，大家。第一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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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